后手三周，本场第一个高级三周。阿克塞尔两周高飘远，质量特别好。躬身旋转，速度保持得非常好，难度滑车。外点三周，连外点两周。进入了定级接续步，换足联合旋转，非常完美，现场也是一片掌声，掌声雷动啊！这位我们王希子同学，这位选手，我刚刚也听到我们金老师有说。